拍比较正面，你又不拍。这边算它的三角川的地方啊。这是眼科还是图书馆？凤书羊饼。这边都月饼。方美人茶，哦，这时候茶叶呢？留声机，哎，这卖唱片呢？天天天呐，跟往事干杯，很豪华的柜子，很英式哈、哦，英国式的那种。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感觉，哎，他们的购物篮都是那种空间的购物篮。看有没有像那个英国的，英国的那个风格。上二楼看看，二楼可能就吃的了。哇，哦，二楼是餐厅呢。
公园眼科诊所。抗剪裁、锚定螺栓，这些都是那时候的给息啊。帕拉底欧姆提。哦，这边它的历史啊，公园五雄啊，日本鹿儿岛、川边郡、芝兰村。眼科诊所之外，公园五雄除了作为一名眼科医师外，1931年公园五雄被任命为台中州协议会员，连任至1936年，制度改制。州协议员任内1933年12月，并与同任州协议员陈希、黄朝清及台湾新民报社。这个是之前的那个建筑物结构承重及抗重抗震修复，它还有女儿墙，临街墙面较容易断裂或翻落，哦，这个之前修的啊。门牌号码，哦，他们还有2008年7月卡梅基台风建筑物毁损，哦，玉川东街，所以这个叫玉川东街吗？中山路，玉川，本号使用2.4统一发票，它还有台电的，哦，以前其实破损蛮严重的嘞。以前破损蛮严重的。哦，这地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还有椅子哎，这可能是看诊间哦。看诊的。那屋顶上面还有金鱼，然后还有那个屋顶上面啊，都还有那种西洋式的绘画。死在那边不能上去。对啊，上面搞不好是那种桂冠达官贵族的招待所。感觉好像结合了那种现代，然后日式，然后又有点中式，然后又有点那个维多利亚那种英式。感觉像那种图书馆，像那个哈利波特那种图书馆。哇，洗手间。他为什么要用20？好，出去啊，推，用力。撞到门。啊，地板有那个啊，
上面有写啦，公园眼科啊。公园真奶，哦，公园冰淇淋，你要不要喝他们的真奶？你看这个检查视力的吗？检查视力表，看你可以，哎，醉月楼。麻婆豆腐、地瓜饭，哇，鸭球，哎，这件是卖什么的？哦，冰淇淋啊。好，我点啊，点巧克力的，我点巧克力的。一球有水果的呀、啊，豆腐绿茶，再加。那我们就点黑椰荔枝，有荔枝香的。你说怎么搭配？现在加80元后，包含饼杯跟点心，多喝熊小姐进去。加80元哦。对，不用不用。好，那不用，谢谢。饼杯要吗？啊？饼杯，下面的饼干杯。这个要加多少？加20。好，那就加这个好了。然后还要吗？好，不用，谢谢。110元。这边三个点不在这里。在同一条线，前面的玻璃门左转这边就可以。三个点心帮我挑一下。三个点心。你选一个点心吧，帮你选蛋糕好吗？就说欢迎好，好，编好了，谢谢。好，给他吃完了，都已经吃了，你才那么拍？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啊，废话。那是屏东的那个万年蜥。你看，还有一个大乌龟，下面还有大乌龟。下面那只鸟，那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看下面那只，它动都不动哎，它在抓鱼，它动都不动。我还以为雕像。感觉好像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看哦。
到偷偷摸摸的那种感觉，又救回来了。中山绿桥，百年中山绿桥克服空中瓶颈。几点？台中版的清溪川，绿川。殷桥在线，建于西元1915年的殷桥，是殷桥丁通跨越绿川的桥面，也是台中都市计划的一等道路。古老功法。绿川之水，绿川上游市区汉溪雨水引流，金武截流站限堤处理，兴盛绿川水岸南道。韩国有一个新溪川，台中有一个绿川，这是仿照韩国的新溪川。这很像屏东的那个万年溪哦。